free China! Free China! Democracy China! Democracy China! Human rights China! Human rights China! Freedom China! Freedom China! Freedom China! 好，那下面我再宣布啊，待会儿呢，我们跟小车的人就跟小车走，如果小车缺人的时候，我们再带一个人。上车的时候，照完合影了，大家站起来吧，站起来，大家站起来。转换现场之后，队可以乱，但是回去的时候，回纽约的时候，队伍不要乱，你在哪个座位就在哪个座位，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转换期间的时候。 自由属于人民，自由属于人民，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中国属于人民，中国属于人民，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由，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民主 ，Free China。 Free China，Free China，Democracy China，Democracy China，Human Rights China。呐喊一下，好吧？消除恐惧，消除恐惧，团结一致，团结一致，消除恐惧，消除恐惧，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像前面我们总理讲的，把手45度伸直，伸直。 消除恐惧，消除恐惧，团结一致，好，很好。共产党下台，共产党国救中国，共产党国救美国，共产党国救美国，释放一切政治犯，释放一切政治犯，释放一切维权律师，释放一切维权律师 ，Free China。 展一系列共同抗议、反抗大陆政治迫害以及声援大陆各界奋起抗争的斗争。同时，此次活动的开展也会揭开八九六式30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对的，此次活动的诉求主题也是要求美国团结中国，团结中共在全球不遵守普世价值的行为。 惩罚大陆政治迫害和威胁国际秩序的责任官员。是，我们希望美国在维护自由民主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上，在领导全球自由民主力量全方位打击中共上起到关键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特别是要求引渡孟晚舟到美国来接受正义的审判。 China，Free China，Democracy China，Human Rights China，Human Rights China，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自由属于人民，自由属于人民，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中国属于人民，中国属于人民，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共产党，人民万岁！滚蛋！滚蛋！共产党！滚蛋！滚蛋！共产党！银行账户。那么再看看，在之前又发生了什么呢？在1月份的时候，吉尔吉斯坦发生了有史以来中亚最大的反华示威。在去年的12月底，又发生了在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等等的国家，大规模的反华示威，都是反华，难道我们华？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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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宗教自由，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下台。
党退出中国，让他们大失败。共产党退出美国，审判习近平，审判习近平，杀死习近平，杀死习近平。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民主。那个李正文，他不跟他跟警察交涉吗？里面的人，你们看着。今天我们是第三次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孟晚舟事件，今天继续表现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在全球设置各种的间谍的圈套，在全球把别的主权国家的机密，把别人的一切内政都给你们窃取出来。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是想跟着你们那个习近平去找所谓的人类共同体，你们就是想把全人类拖进你们的那种腐败黑暗的统治之下。那么今天我们就告诉你们，孟晚舟事件我们会继续追究下去，而且有一天当孟晚舟接受了正义的召唤出来指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中共将会被全球唾弃。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中国共产党，审判中共中央，审判中共中央，枪毙习近平，枪毙习近平，结束独裁专制，结束独裁专制，打倒共产党，打倒 free free China， free free China， democracy China， democracy China， human rights China， human rights China， free free China， free free China， 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中国属于人民，中国属于人民，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正义属于人民，正义属于人民，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民主属于人民，民主属于人民，自由中国，自由中国，自由万岁，自由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自由，中国自由，滚蛋滚蛋，共产党，滚他妈的蛋，共产党。我们大家从四面八方不辞辛苦一道齐聚在中国的大本营里面，稍等一分钟，稍等一分钟，是的，我们此次的大规模聚会游行示威的主题就是一是展现他们靠暴力获得政权，为最小少数的统治集团篡夺中国的资源，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生活在苦难中。我们这里看到了毛泽东、习近平、江泽民，就是在这个镰刀斧头旗下，他们的醉卧，党的主席。下面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主持人。